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DKK 七个闲谈》。最近好像 Zoom 加上 React 泡棉这个组合非常火，似乎排列组合又开始玩起来了。不过我记得以前是不是 KD 十一就已经试过了？没关系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那双你们非常期待的 Zoom BB NXT， 而是这一双同期发售的非常低调的一款鞋子，售价只用899。没错，就是这双 Jordan 的 React Elevation。大家不要嫌弃它没牌面啊，一样也是 Zoom 加上 React 的组合，并且它是 Jordan 系列的，说不定它是一双899的实战好鞋呢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鞋。就是最普通的 Jordan 的鞋和黑金的配色，方方正正的，没有什么别的细节，毕竟是团队实战款，也不能要求太多，整个盒子完好无损还是挺不错的。不过好像是因为我是专柜买的。配色方面我没有选择首发色那个奇奇怪怪的颜色，那个不是我的菜，就选回了这双非常经典的白红黑配色，有一点点让我想起了以前韦德在 Jordan 系列的时候的一些鞋款。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配色也没关系，接下来应该还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。颜值方面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你们可以打个分数，我自己觉得至少它是对得起团队实战鞋这个定位的，样子还是挺不错的，但是就是有一点点威少二代三代的一些影子，尤其是当官网把这三双鞋放在一起的时候。不过毕竟是一家人，你借鉴我一下，我从你那找点灵感也很正常。中底配饰方面，前装采用了扇形的气垫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奇怪的骚操作，应该就是扇形了。上面还有一行字，不确定是什么意思啊，我自己猜的话应该是代表这个款式上面的气垫所代表的特殊型号，可能就是特定的厚度啊之类的。不过这都不是重点，如果一个细节让消费者一眼看上去一点头绪都没有的话，那它应该也算不上细节了。后掌是看起来更加高调的 React 泡棉，从外侧来看的话有非常大的 React 的字样，内侧的话其实也有写着两排字，上面那行就挺好懂的，但是下面那行虽然每个词我都认识，但是它们连在一起之后我就不太懂他想表达什么了，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。不确定是不是想表达这个 React 泡棉之间是有一些空隙的还是什么，但是我觉得十毫米也不太像吧。这个 React 泡棉跟上方的外底其实有一定的空隙，用手摁一下就能感觉到里面并不是连接在一起的。外底后跟中间还有一块外露的 React 泡棉，我们可以直接触碰到它，能感觉到它的软弹。从整个 React 泡棉的结构上来看，它有一定的形变空间，并且从触感上来说它也是非常软弹的，所以理所当然的肯定会有人觉得它的稳定性是不是要翻车了。通过实际的体验可以说，77公斤的我认为这双鞋子的后掌的泡棉是绝对稳定的，静态的时候如果用力去感受，确实能体验到后掌有一定的压缩，但一定属于比较硬弹的那种。当我做小跳步突破后跟落地的时候，感受到的是好像我没有感受到什么。没错， React 就是那种你感受不到什么的中底，它不会在实战中给你太明显的存在感，你不用它的时候它不会一直回弹个不停给你压力，但是当你用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回弹缓震稳定都非常均衡的感觉，这应该算是我个人对一个中底比较高的评价了。我之前也说过我非常喜欢 HD2017 React 的这一个鞋子，它采用的同样也是全掌 React 的中底，穿起来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打球的时候就是非常放心哦。千万不要有人看到这里又会来问我鱼哥这双鞋子值不值得冲啊，这里就可以回答你啊，我不会再回了，这双鞋子不要再冲了，非常贵，不值得别买。所以说我觉得这双鞋子的后跟 React 非常到位。前掌的 Zoom Air 是需要踩开的，第一次上脚的时候你会觉得前掌薄薄的一片，好像非常硬非常贴地，但是当你踩开之后，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经典的扇形气垫的脚感，薄贴地有回弹，脚感不会非常浮夸，不会非常澎湃，但是一切都好像在那个最合适的点上。提到封盖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灵敏，哪怕我被晃起来之后也可以立马二次起跳进行封盖。进攻端依旧是小跳步上篮，全程用前掌感觉也非常可以，没有出现回弹或者缓震不足的情况。所以啊，简简单单的前掌扇形气垫加上后跟的 React 就已经可以给出非常不错的表现，总和为二或许就已经可以匹配大部分人的需求了。求和方法也很简单，一加一就结束了，还要什么二加三？外底采用前后掌分离的设计，也就还好，前后掌过渡不会非常不自然，没有觉得有什么异样。官方给出的说明是为了减轻鞋款的重量啊，这我倒是没有想到，居然会是这样的说法。那么单支四四码的重量是420克左右，确实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说到外底，它的纹路也是挺不错，前掌基本上都是人字纹，气垫区域换成圆形的纹路，后掌看起来也比较简单，中心的区域有点像是准星一样。
看到这个纹路就非常放心，所以我第一次去外场打球就只带了一双鞋子，而确实他在外场内场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。加速蹬地的那一下基本上没有什么滑动，在有灰的外场有这样的表现也还是挺不错的了。内场确实也有不错的表现，做了好几次转身的后仰跳投，感觉也还可以，没有特别顺滑，特别灵活，但是起码不会觉得转起身来非常卡那种。接下来看一下鞋面，首先它看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简约，各种材料拼接在一起，什么皮革啊、合成材料啊之类的都有，并且前掌内侧还有一个小标，看起来就更加威少了。中间有一条纱线做成的带子贯穿了整个鞋身，上面布满了 Jordan 的 logo， 所有的鞋带都可以穿在里面，也还是挺好看的。包裹性我觉得属于刚好达标的水平，前掌的空间可能稍微多了一点点，我个人会希望它的内衬可以再厚实一点，但是可能大部分脚宽的人就会觉得非常完美。那打球的时候一定要一次性调整到非常合适的松紧程度，我就试过打着打着觉得好像右脚还可以再紧一点点，所以就蹲下来重新调整，就发现它的鞋带孔摩擦力真的是非常大，调整起来是非常耗时间的，所以建议打球前还是要一次性到位。后跟内侧的填充看起来就不太给力啊，有点点敷衍的感觉，没有任何明显的凸起，并且用的材料也是非常的普通，但好就好在效果还不错，我以为会有点点不跟脚，但其实也没有。整个鞋帮属于中低帮的灵活性，但有着中帮及以上的保护性，坐起侧倾脚的时候会感觉比较灵活，但是鞋帮有明显的支撑。我试过在打球的时候不小心绊到别人，自己扭了一下，当时其实能够感觉到扭动的幅度是比较大的，好就好在鞋帮给了足够的支撑，然后我自己热身也有充分热开，不然可能就要躺两天了。整个鞋子的保护性还是非常到位的，鞋面的材料本身就不是软趴趴的那种，并且它鞋身外侧有做足够的上翻侧墙，无论是前掌还是后掌都是非常有效的侧墙设计。前掌看起来好像非常低，几乎没有上翻的样子，但实际上因为它的重心是非常低的，所以其实它也是非常有效的支撑。后跟的 VS 泡棉给人一种视觉上的误差，但实际上我们的脚其实只到刚好差不多一半的位置，前后掌有一定的高低落差，但是不会非常明显，所以在做侧向蹬地的时候非常安全，鞋面的形变是非常合理的。打球的时候我也试过做背身单打的脚步，说起来其实挺有意思啊。那天晚上直播本来只是打个养生球而已，大家都只是出出汗娱乐一下，但是有一个回合对方一个老哥突然间对防守我的小哥说，你要把马步扎好做对抗把他顶出去。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非常开心啊，可以整点素材了，所以我也必须全力以赴给他一点对抗，大力的进行侧向蹬地，鞋面确实是挺稳的，我可以非常放心的发力，只不过小哥的马步就没有那么稳了。讲了这么多，难道这双鞋子一点缺点都没有吗？说不定它是一双899的实战好鞋呢，外表看起来也不错，中底配置又给力，包裹抓地又没有翻车。哎，等一下，那这样子的话其他鞋子怎么卖啊？该不会……万万没想到中间这块黑色东西竟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啊！其他方向上的抗扭倒是还挺不错，但是中间确实有一点点容易对折，真的好像有点翻车哎，就已经完全是在中间的位置了。但是如果拿掉鞋垫的话，我们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里面是有块黑色的 TPU 的，可能它是属于面积非常小，然后刚性非常不足的那种 TPU， 应该是连加强筋都没有的。虽然目前只穿它打了两场球，一场是高强度的外场，一场是非常养生的内场，都还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，只不过这长久以来一定是个隐患。哎，有时候想一想，有的鞋子呢899就是全力以赴，中底科技用最好的最当家的，抗扭片绝对不会落下，并且给你用刚性最强的面积最大的，所有方面都尽力做得最好。有的鞋子呢899就是这里减一点那里减一点，不停的诱导别人去买更高价的旗舰款，还是挺让人唏嘘的。这双鞋子不确定还有没有长测，我觉得挺可惜的，毕竟我自己是挺喜欢它中底的脚感的，我觉得非常给力，但是健康问题还是必须放在第一位，高强度的实战就肯定劝退了，其他的情况你们就自己考虑。如果是打法非常养生，或者是自己本来就配有别的鞋垫可以加强一下抗扭的话，那你们就自己斟酌。这一次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